升级数据还是无法传输吗？什么原因呢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养精蓄锐，明天再想办法？大副，今晚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，准备到底。我们也是。再加上我这身老铁皮，我们一起挺过去。熬夜会变丑的。好吧，我豁出去了。动车侠小队一个也不能少。 星空的七个区域处理器全部被掠夺占领了。小凯、大飞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头，星空的大脑还剩一丝神经系统，也许……没希望了。不能就这样放弃啊！你们知道的，对神经系统发出的任何指令是无效的。它已经突破了技术性变异点，人类已经无法控制。它现在只听命于掠夺。啊！ 立即查明情况。是。头，是防火墙。啊，那是从交通管理局抢走的能量转换技术。你最擅长长空，你们留下来，防火墙交给我了。记住，年轻人，走无可避，动车侠出击。升级完成，干掉动车侠。 谢谢你哈，动车侠！离开这里！可恶，这些机甲竟然打不死！星空把能量转换技术进行了改良，充分觉醒了他们。头，有一个加密文件被入侵了。 这些都是能量供给站的信息，这里是。好，把能量通通吸走。有情况。跳跳，无人机首领闯入了动力实验室的能量供给站，目的是……不可以。 跳跳，冷静一下，快暂停铁拳和锡箔的升级。掠夺是想通过切断能量供给杀死大副，是为一切。芳芳，我们走。是。红姐，红姐，听到请回答。
已暂停，铁拳和西伯还处于休眠中。大夫情况不太好。大夫，大夫，你要挺住啊！我正在想办法传开那些粘人的苍蝇。大夫没事吧？大夫，大夫，哼哈二将，少了谁都不行，我还等着你呢。哟，真是难缠。新的感觉如何呀？我好像错过了什么。老古董，你这身装备够时髦。你为什么还是老样子？西伯资源长，您的升级有点问题，所以。有问题？我身体硬了，怎么会有问题？哈哈，这回你肯定比不过我了。我不升级也比你强，比一比，比就比。接下来的战斗一定会越来越激烈。长官好，长官，有什么指示？
人正在疯狂地抢夺资源，他们已经盯上了我们。这里，这里都要增派人手。敌人异常强大，是不是该让大副他们回来帮忙？不行，敌人也可能袭击地上世界，大副他们得随时待命。老家伙，你太丢人了，让他人窒息，免自己威风。我打出老骨头的顽强精神来，同敌人奋战到底。我只是提了一个谨慎的建议。不需要，瞧我这身新装备还没发挥呢。别以为升级了就了不起。这跟升级没关系，就是胆小。通知下去增派人手，时刻做好战斗准备，以防敌人突袭。是。红剑，接下来的硬仗你准备好了吗？小菜一碟。经过我机械大师的鉴定，你们两个完美到爆。也没有我完美，芳芳，只是做个检查，没有影响的。不，你不懂的，哪怕是细微的粉尘，也会对皮肤有影响。哼，你们还是先关心一下越来越强大的敌人吧。是啊，他们的升级速度也越来越快了。不怕。对，敌人再强大，我们也绝不退缩。唉，我和跳跳讨论过开发新装备，只是还没想出来。不过跳跳好像有主意了，神神秘秘的走了。菜齐了，董筷子。都是我，都是我的错。因为我制造了星空才导致。不是您的错，您是科学家，用科学造福人类是科学家应该做的。可我是一个失败的科学家，失败的妻子，更是一个失败的母亲。不，妈妈，您是我的榜样。妈妈您看，我已经长这么高了，让我来保护您，我们一起渡过难关。妈妈，现在可不是哭鼻子的时候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请教。我知道。给，这是我长年以来开发的最先进技术。哇，太好了！这些技术可以和动车人结合使用，但从科学角度上还不确定是否安全。科学的进步需要不断的尝试，只要人性的进步比科技快上那么一点点，不就行了？头，发现不明机甲，移动速度飞快，无法捕捉清晰的影像。立刻通知动车侠小队。是。保持镇定，传令下去，保护好各自所在的资源点。是，我们走。来得正好，真没想到你们还长本事啊！你们没吃饱吗？加快速度。不知道掠夺又制造了什么厉害的机甲。管他呢，我的火焰枪可不认人。情况如何？头，你看这个不明机甲和无人机已攻入地下世界，我们监控不到地下。动车侠已前去支援。
全力配合动车侠，保持通讯通畅。是。是，我回来了。你瞒着我们去哪儿了？噔噔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需要的东西。小峰长官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老婆复活了，远程攻击炮，扛扛我的新拳头。哇！嘿，小伙子们，振作呀！什么？掠夺竟然把爆破修复好了，还增加了能量吸收功能。可恶！快，赶紧回去支援。要速光，快！甩开他们！哎，撤！交给你们了。又是这个老掉牙的招数，不能让他们得到地球之人，一起上！看我的！你的手当虚影不灵了，连无人机也升级了，冻结光束炮！老家伙，想好吧！能量攻击炮启动！趁现在上！震波升级后果然不一样。铁拳厉害。怎么样，再啰嗦神主持就见底了。看我怎么冻扁他。铁拳炮弹他被我吓跑了，有点不对劲，应该没那么简单。小心后面。 No， 怎么办，不能再让你们瞧不起我了。爆破怎么了？我说过，地球之源需要时间吸收和转换，应该立即撤退。没关系，这次袭击收获满满，立即带回爆破。我得帮帮忙了。没事，开开啊！别追了，我们快去伏羲城。西伯，老家伙，骑行！自私的老家伙，你给我振作起来！老古董。咱俩谁胆小？我是我。原来呀，和我吵架呀。